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时间3分钟，请张委员立善发言。主席、各位官员、各位委员，大家早安。民进党执政已经超过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林权院长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到了死亡交叉点，整个执政团队已经不能取信于民，完全让民众对这个执政团队失去信心。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他说，总统不能兼任党主席，但是他总统兼任党主席。他说一定要尊重林权院长的执政团队，但是现在成立执政政策协调会议9人小组架空林权院长，现在的行政院俨然成为总统府的行政局，黑手又进入立法院，现在的立法院也俨然成为总统府的立法局。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竟然可以在半夜威胁议事人员变更会议的地点，甚至能够开了停止委员会的恶例。所以今天我们要讲1分钟真的让所有900万的劳工朋友非常的伤心。选前骗选票，选后乱了套，选前跟劳工朋友站在一起说劳工朋友是我们永远的朋友，选前说一定要给劳工朋友实质的周休2日，现在选后跟资方站在一起说劳工朋友假太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民进党，立法院不能成为一言堂，连个公听会，公听会让无论是周休2例或是1例1休，大家公平的一个机制，一个平台来互相的表达他们的意见，连这样的公听会都不肯给吗？立法院成为民进党的一言堂吗？立法院只有党大于法吗？立法院只有人治大于法治吗？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民进党执政了，你们应该要好好的深思，因为选前你们党主席说谦卑谦卑再谦卑，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谦卑的态度，我们看到的完全是蛮横野蛮的一个执政团队。接着请陈欧珀委员发言，发言时间为3分钟。主席、蔡副院长、林权院长团队、本院各位同仁，大家好。国家发展长期重北轻南、重西轻东、重本岛轻离岛，造成人口跟产业呢过度集中于都市，连带国家的资源跟配置呢亦有相当大的落差。尤其我们国家的资源跟税收，因为大多投入在大都会，已经造成严重的城乡差距，也造成贫富悬殊，这是国家长期发展、国土发展失衡的严重问题。我们身处在同一个台湾国度，所以国民所缴的税金并无差异，但是因为长期的区域发展不公平，造成东部跟离岛地区的民众常常面临差别待遇，东部跟离岛地区的民众仿佛沦为次等公民，这是急需要打破的国家畸形发展的现象。日前，蔡总统代表新政府
向原住民的朋友道歉。蔡总统说，他以国家元首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这是政府应该做的第一步。过去政府做的不够，接下来要为原住民族做更多，这是台湾社会走向和解的第一步。而台湾是个多元族群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的新兴国家。随着新住民人数的增加，这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也要呼吁蔡政府、蔡总统能够对多元族群的台湾做出更多的贡献。为此，我们待会将在秦先楼的酒楼正式成立东部离岛暨族群权益促进会。成立的目的是要呼应蔡总统所说的为人民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跨党派的组织，就是要凝聚立法院的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们大家能够齐聚发挥我们的力量，来有效打破城乡的差距，让未来国土的发展真正落实合理的资源配置，尽速解决城乡失衡的问题，让少数民族、少数族群也能够享有合理尊严的待遇。100个目标不如一个行动，100个行动不如一个坚持。我们以坚定的具体行动，包括未来将提出立法保障，来谋求促进东部离岛地区少数民族的就医、就学、就业的权利。接着，请陈宜民委员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好，院长、各委员，大家早。今天本席要讲的题目是“一例一休，抢渡关山，程序违法，会议无效”。前天，也就是10月5日，卫环委员会审查“一例一休”法案，民进党违反议事规则，造成重大争议。本席在此要求苏院长应尽速召开党团的协商，处理相关的疑义。当日委员会程序审查不仅充满了瑕疵，而且大大的违法。首先，大家都知道，依据会议的规范，程序问题优于所有议案的讨论，应该先处理。但是当天并没有处理程序的问题。其次，原定排定的询答，各党的委员都有登记，民进党却单方面宣布停止询答。曾经询问在场立委有无异议，包括我在内，本党数位委员高喊有异议。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依照立院的议事规则走，直接性情的宣布通过。此外，更重要的是，依照议事规则，委员会在逐条发言或逐条审查法案的时候，不能够一次性的包裹表决。更何况，曾经是一次将全部的发言连同法条一次性的表决，破坏了立院议事的运作，更是破坏台湾的民主宪政。依照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21条，准用立法院质询行使法第9条第二项的规定，加上委员会所有审查法案的实务的运作，在委员会处理院会交付审查之法案，除了应将议案朗读之外，更应该依次或逐条的来提附讨论。前天的做法不只是有瑕疵，而是公然的违法。加上最后复议的时候，究竟陈曼丽委员他所提出来的复议是哪一件？是复议全案保留、交付协商，还是复议什么东西？都完全没有人知道。重点是，主席根本都未针对复议事项提出宣读。因此，本席在此强烈要求苏院长尽速进行党团协商，对立法院不可侵犯的议事规则表达尊重，同时还全国900万劳工一个公道。谢谢。接着请黄昭顺委员发言，发言时间为3分钟。
主席、各位同仁，我想十月五号是劳工朋友最黑暗的一天。我想这个法案在修正的过程中，让全国人民都看清楚，民进党执政的法夹弯又在转弯。蔡英文在520就职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说要推动周休二日，结果没有想到，只有一场执政决策协调会，就正式把黑手伸入行政院跟立法院，让行政院变成总统府的行政局，让立法院变成总统府的立法局。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我想劳工朋友看清楚我们民进党到底在做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昨天蔡英文总统正式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邻居，告诉他们说，劳团这些行为在他家的前面是一个脱序的行为。我要请问的是，十月五号当天在立法院，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可以在黑箱作业之下马上取消整个的会议，连夜撤换会议的地点。不仅止于是如此，更严重的是，所有的委员、所有的登记发言，不管是劳动部长没有办法报告，所有的委员没有办法质询，所有的议事没有办法进行，就在一分钟的状况下，就用这么草率的行为通过，说已经一读通过。请问各位，这不是脱序的行为？什么才叫脱序的行为？我在这里要正式的呼吁，如果立法院真的要变成立法局，行政院要变成行政局，我们的行政院长变成执行长，我在这里要正式告诉民进党，你们执政四个月，整个的民调已经接近死亡交叉，在死亡交叉之后，如果还是不深自反省，不断的用国会暴力，不断的用黑箱作业，甚至于用这些黑组织来介入我们整个立法的过程，我在这里要正式告诉我们民进党的朋友，你们民进党的民调马上就会触底。我想全国人民都在看，我们一定记住十月五号就是我们劳工朋友最黑暗的一天。一分钟可以通过这么重要的法案，不必询答，不必报告，这么脱序的行为，台湾人民，请问你们还要忍受吗？接下来请柯志恩委员发言，发言时间三分钟。主席还有各位立院同仁，大家早安。有关于一例一休的问题，我想刚刚我们本党的同志已经批判的非常多，因为他整个的初审的过程的确有非常多违法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他更重要的民生问题。我们现在谈谈长照，行政院昨天通过的长照服务法的修正的草案，把将要提高的烟税跟遗赠税，可以说是把我们整个长照挹注了218亿。再加上我们所编列的178亿，大概总共有330亿的这样的经费。蔡政府认为这样的经费足以应付我们每一年的长照的人口，但是呢，根据卫福部它的统计，每一年我们需要的长照人口大概是73万人，这样平均一算下来的话呢，平均我们一天大概只能分配到213块，那比一般我们最低的工资216块还整整少了3块钱。虽然卫福部的次长他出面反驳，他认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到长照，但是呢，过去这个长照的政策呢，却是标榜每个人都可以用得到、吃得到、看得到。但是很显然，你现在又需要不需要这么多的人，这显然跟当初的想法是的确有非常大的抵触的。而且在选前的时候呢，我们的小英总统把长照的这个动画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执行起来却是哩哩啦啦。基本上面呢，它的分配的确是不均，裁员也不太来得稳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长照只是放在社区跟是居家，把整个的机构的照护完全摒除在外。我们可以看看很多全世界长照的国家，包括我们最喜欢学习的日本，它的确是花了非常多的钱，挹注了30%到40%的经费是在机构的一个照顾。
因为我们唯有把机构照顾得好，才能够让我们的老人不用有这个样子必须要鸡同鸭讲的去对这个外劳来做这样的一个叙述。那基本上如果裁员不够的话呢，我们是否可以退而求其次，给我们这些长者有一个比较无障碍的一个空间。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很多的长者，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看病的，因为我们所提供的一个空间的确是非常的不友善。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从我们立法院坐轮椅到台大医院，经过了教育部，它前面的这个瓷砖可以说是凹凸不平，行道树凸起，而且我们行人道非常的狭窄，常常会迫使我们这些推轮椅的还有坐轮椅的人必须在慢车道与车争道。所以呢，我们即使有很多号称有这些无障碍的这些老人，如果没有这些友善的空间，他是没有办法出去看病的。而且我们常常在这对于这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里面都没有考虑到使用人，所以说呢，你看他的厕所的回转空间非常的小，他的吊钩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以他们的角度来做这个样的思考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一种障碍。我们常说这个社会的人，我们没有无障碍之人，但是呢，只有这个环境是有障碍的。所以我们期望未来在不管在长照对老者的照顾上面呢，我们要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部分里面，才是一个让我们全民一个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福祉。谢谢。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发言，发言时间为三分钟。新政府上任四个月，在很多内政跟外交上一片混乱，但是我今天的国事论坛，我还是希望对于某一些产业有机会建议政府未来可以有一些更积极更努力的作为。我今天最主要的标题是国事论坛，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谈谈电竞。2001年我们在台湾出现一个电玩小子，拿了世界冠军，获得了总统召见。2012年我们的台北暗杀星又拿了世界冠军，但短暂的光荣背后，政府到底有没有更完整的配套措施？年轻人，无论是电竞玩家或电竞选手，对于这一块生涯非常短的时间，政府可不可以有更长期更长远的规划？在许多客观的数字跟产业报告都证实了电竞产业的市场潜力，更是未来更具有发展性的产业之一。我国在2015年电竞相关产值高达200多亿，除了庞大的经济价值之外呢，电竞涵盖的层面其实非常的广泛，除了代理游戏、配录音、美术，包括外包硬体软体的竞赛系统及转播平台，包括云端虚拟实境等新科技都包含在里头。但是政府实际环境该如何发展电竞产业？如果政府不正视它，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电竞的选手，包括日本跟韩国，其实都已经超越在我们之前。在前几年，其实我们有机会站上世界第一的舞台，但是政府对于这一块产业，到底它属于电竞的项目，到底是属于放在教育部底下呢，或在经济部底下，政府完全没有规划跟方向。与其政府现在把权力的资源只放在生技产业，我倒不如建议政府，其实有机会在电竞这一块，其实可以做更长远的规划。政府应该如何去拓展台湾在电竞上的国际知名度，建立更完整的电竞产业，政府必须要更完整的规划。其实我国是最大的电脑代工国，许多天影聪资的选手因此十分具备电竞的优势，许多民间团体早已投入电竞产业的行列。回头看看1996跟1998年，台湾软体的电竞产值仅次于美国跟日本，高居全国的第三国的生产国。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技跟产业的趋势，其实很多机会一溜即逝哦。我建议真的是我们要赶快择定一个主管机关来进行管理跟扶植，让我国还有相对的优势之下，能够尽速的在政府走在前面主导未来，无论是投注更多的软硬体资源，跟政府走在前面，让我们更多的软硬体产业链，包括我们的选手，电竞选手有机会站上舞台，也让所有的家长们对于电竞产业有更多的认知跟认识。在下个星期五，我们即将在立法院办一场公听会。接下来请林立禅委员发言，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早。我们新教育部的新酒新瓶装旧酒，新南向还是东北向？教育部前一阵子大力宣示新南向教育政策，号称要编列10亿的经费，可是却发现做足了表面的功夫，内容却坑坑洞洞的。教育是百年大计，新南向教育应该要有短中长的计划，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配合上面的政策，很豪华很华丽的一个政策的口号，却没有看到深度跟长远的目光。新南向的教育教育十年后的目标是什么？20年后的愿景又是什么？教育部不敢讲也没有说。这篇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写了10页，目标却只写了10行，没有目标，计划写再多只是作文比赛而已。以本席积极的推动新住民二代培力计划为例，我看到的这个计划只看不到具体的目标，实在让本席怀疑教育部的诚意，也怀疑新政府是不是又在打假球了。外界也期待新政府可以拿出全新的政策让人民耳目一新，但是新南向教育却被发现都是拿旧政府的东西的政策来包装，29项计划只有10项是新增的，剩下的19项都是旧政府的计划。如果新政府的新南向教育计划一点都不新的话，那我觉得编10亿的预算真的太多了。另外，台湾第一志愿的台湾大学也被发现，越南语、越南、东南亚那个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语的师资都属于日文系的，凸显出台湾的第一学府缺乏的是广度跟深度。东南亚已在师资的瓜分之下，只剩下弱势的一方而已。而台大号称研究东南亚的东亚研究学程，仅是本学期开设了13门的课程，超过了一半都是日文研究，只有一门课主题跟东南亚有相关的，实实在在的真的叫做东北向。这样的新南向政策的教育部所要的吗？是教育部所要的新南向的吗？东南亚国家正要很快的起飞，但是我们的新南向政策研究中心却要关门了。教育部请不要再写作文了，把新南向的政策拿出来，否则只是吹牛而已，很快就会。王委员玉敏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